透视易经解锁密码，大家好，欢迎收看闲中说卦的实例解剖。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善良是福田的故事。有一天的早上，阿明他妈妈感觉很奇怪，因为就算不用上课，阿明也是七八点就起床了，但是那一天他竟然睡超过十点。原来是因为那天班上的同学约好要去一间老人院做善事，但是阿明因家的经济状况不好，他怕去会让别人笑，所以就故意用困来逃避。他妈妈知道了并没接臂，他问阿明，你有手吗？阿明说当然有啊。他妈妈就跟他说，这样就已经有够了，就算你没钱，但是你有双手，就可以用你的手去替那些老人整理棉被和房间。这也是在做善事，就算你人也细汉，力不够也不要紧，你可以对他们展示你的笑容。只要你是发自内心的笑，相信看到你笑容的人也一定会感觉很温暖和快乐。这也是做善事的一种，只要你想要做，愿意做，做善事就不会受到任何条件的限制。阿明一边整理的门窗，一边跟他妈妈说，我明白了，只要我有一粒善良的心，就可以行善帮助人。后来阿明大汉了后，就去做散工，就算收入不多，他每礼拜也是会去做义工，而且他要将自己那礼拜的收入捐十分之一给有需要的福利团体。奇妙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越来越散，几年了后他创立了自己的事业，公司的业绩也很稳定，他的事业的版图越做越大。然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将他那年赚到的利润捐十分之一出去回馈社会。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有人认为他是在癫疯神，也有人认为他真的应该要拿那些钱去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才对。不过阿明一点也没有在意，他也是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几年了后，大家渐渐发现阿明确实是真心想要做善事，所以有不少人让他的行为感动，决定要跟他的公司来合作。一直到阿明过身了后，他们公司每年也是固定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给需要的人，也因为这样，他们公司的名声越来越好，变成世界有名的大公司。做人朴实人生，该行善分享，就是增加善缘累积福田的好方法。行善不用跟别人比，行善无分大小，行善也不用家财万贯，就亲像故事当中阿明的妈妈跟他说的同一款，就算你没钱也不要紧，只要你有双手，你就有行善的资本。就算你的力量不够也不要紧，你灿烂的笑容也可以行善，行善不受到限制，关键就在那，你甘愿意去做而已。第一，先准备三个古董钱，也是一般的银角仔。图案那边代表阳，文字那边代表阴。先调整家己的呼吸，让家己保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然后将钱放在双手的手中心，在心中默念今仔日的月令日期，然后拜请拜请福气、文王甲周公，只是你想要占问的代志，会吉凶好歹。刷落来摇动手中的钱，将钱轻轻弹到桌顶，由下往上记录你搬出来的人的阴阳。当你清洗完内卦，也就是下卦的三个爻以后，爱搁再默念一摆你想要占问的代志。继续拔出三个爻，完成外卦，也就是上卦的三个爻。补充说明，月令日期相当的重要，
因为伊会当帮助咱判断吉凶，所以请大家爱家己去查万年历，也是农民历。举例说明，国历111年3月18日，伊的月令日期就是壬寅年癸卯月己午日。第三，确定好日期，接下来就要将空蒙的部分找出来。日期是由10天干加12地支组成的，两个一组配对，一定有两个地支无配到天干，这两个地支就是空蒙。比如讲，卜卦东江是己午日，咱将天干加地支拢配好了后，会发现水甲亥两个地支无对应的天干。所以是空蒙出海。第四，咱咧记录牛的饮用的时阵，爱个字以少的为主。譬如讲，三个字当中是一阳两阴，也就是一度两日，咱就爱记作少阳。如果拔出来结果是一阴两阳，也就是一日两度的话，就要记作孝音。如果三个字的结果都是同样的，就要特别做记号，因为这代表有变卦。三个字都是字，就是老音，都是度，就是老用。在变卦以后，老用的部分会变成孝音，老音的部分会变成孝用。在装六亲之前，咱爱先学会向装地基。装地基的原则真简单，就是阳卦装阳地基，阴卦装阴地基。阳卦为乾、震、坎、震；阴卦是坤、兑、离、巽。阳地基为子、寅、辰、午、申、戌；阴地基为丑、卯、子、未、酉、亥。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在装阳地基的时阵，要对顺时针的方向，因为子是乾用之数，所以要照着子、寅、辰、午、申、戌这款的顺序来装。但是在装阴地基的时阵，因为米是坤阴之数，所以爱对历时针的方向，照着米、子、卯、丑、亥、酉的顺序来装。对初爻开始，顺序由下往上，每一个爻位分别代表的地支如下图。会记得咱有讲过，十二地支拢有各自代表的五行，对右下角顺时针来看，亥子为水，寅卯为木，子午为火，申酉为金，其他的丑、辰、未、戌拢是土。不如84000个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就好亲像这句歌，会当有非常多面料来解说众生的问题。生活当中会出现一道又过一道的阻碍，会让咱以为家己输了生活，其实咱只不过是输迄个着急、惊吓、甲忧愁的家己尔。人生中处处拢是选择，快乐的过嘛是一天，痛苦的过同款嘛是一天。所以当咱碰到问题的时阵，绝对唔通逃避，应该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想办法来改变对咱不利的局面，才是正道。今仔日咱就要用各种无同款的主题来甲大家介绍一挂实际上发生过的案例，看是要如何透过易经八卦推算出问题的答案，以及如何将咱捌学过的解卦的技巧实际运用伫生活当中。这句歌是黄小姐要代替别人问伊的婚姻状况。根据歌上的显示，虽然对方的婚姻确实有一挂问题啊，
但是因为太太真爱先生，所以离婚的可能性真低。包括日期是丁丑年庚戌月辛丑日空蒙是辛巳。吴小姐播到的歌是《地水师当四鳌变雷水者》。吴小姐最近听讲，细汉的时阵住伫因家隔壁，甲伊做伙学钢琴的王婿，伊婚姻有一挂问题。吴小姐听人咧讲，王太是台北人，甲王婿交往两年了后，王太就为伊放弃台北的一切，家己一个人搬去台南，甲王先生做伙生活。伫欠到买厝的头期款了后，因就约好双方的家长见面，然后伫旧年的时阵结婚啊。平常时啊，王婿伫大家面头前，拢对王太非常的体贴。是人人欣羡的模范夫妻，因为王生的关系，黄小姐甲王太太私底下嘛有咧联络。伊看会出来，王太太真爱王生，所以黄小姐一直拢认为因夫妻的感情真好。但是前一阵啊，王生出差加班的时间愈来愈侪，虽然王太太嘛嫌疑伊是毋是外口有查某人啊，但是伊嘛无找到证据。迄一天，王太太意外看到伊的先生甲伊无熟在女性伫咧开讲的记录。尹先生才坦白，伊已经甲对方发生关系啊。但是因为王生跪落来甲伊道歉，也签协议书，再三甲伊保证，伊未来袂阁再犯啊。加上王太太实在是真爱伊，伊嘛唔甘结束这段关系，就原谅伊啊。不过黄小姐最近听到有朋友伫咧讨论王生又阁有婚外情的代志啊，就真好奇代志哪会安尼发展呢？因此黄小姐才会想要代替王生透过八卦来知影伊目前的婚姻状况如何。因为大卦会当看作是本人卦，所以这支卦的用神爱以男性问感情为主，用神看车载。细熬在用心，五花车载，再熬休求无根，代表王生的婚姻已经出问题啊！而且再熬七色，也代表王生查某人缘真好。四熬抽到的官贵，淡化五花车载回头生，只丢的限制伫个五，表示王生最近有桃花，这就是伊目前另外有交往对象的意思。二爻嘛是灾爻，二爻身头的官鬼月破，表示王生将啊有无伫厝的状况。但是细爻五岁车载会去生丑土的官鬼，代表伫这段婚姻内面，王太太对伊的先生比较较好，而且嘛是女方比较较爱男方的情形，所以因离婚的可能性真低。总结来讲，用神五位车载要求无根，代表王生婚姻状况真无理想。四爻抽到的官贵淡化五位车载回头生，五位是抽到官贵的限制，表示男方目前的桃花运真旺，有发生婚外情的状况。但是四爻五位车载会去生抽到的官贵，表示王太太对王生有真深的感情，也代表因未离婚。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身体健康心安宁，投资求财必得利。做伙学易经，家庭幸福永港心，修行路上可见性。禅宗说卦节目后期账号42274784，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这句话是靠势美盟公司往南部发展的状况，包括以后得到的结论是的公司往南部发展会真辛苦，而且也未赚到什么钱。包括的日期是木顺年、壬戌月、壬寅日，可能是辛巳。靠势播到的卦是李和峰，靠势大学是读土木工程的，毕业了后伊捌去过营造厂。也有去工程顾问公司上班，后来伊因为无法度忍受每天拢伫咧加班，而且也爱处理真济杂事，
不但没办法发挥他的专长，也没办法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决定要离开。两年后，他在爸母的赞助之下，自己开一间工程公司。他的公司主要是提供客户机械、电机和环境相关专业的顾问服务。一开始，他的公司就设在北部，但是可惜本身是南部人。最近因为北部的环境太过竞争，加上爸母的年岁也都已经大，他希望可以在离他们比较近的地方，所以他有在考虑要在南部开一间分公司，然后北部这儿就请人来顾，他主要顾南部那边。有大概计划了后，考试就开始在找适合的办公场所，也开始准备要应征新的员工。但是最近北部的公司向阳接到很多订单，让他无用也无法度分心，也因为这样在南部成立另外一个工程公司的计划就暂时放一边。后来在准备要往南部发展的过程中，他碰到很多麻烦，因此他才想要透过八卦来知道他的工程公司往南部发展如何。因为公司发展是不是会赚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句话的用心我们看车载四牛五花的车载，虽然有日来生，但是对月休求，而且也是日未亡的情形。加上五花中生的日子寅，代表扩散的工程公司往南部发展以后赚钱的状况会不理想。四牛代表扩散，西牛神金的爸母有月来生，是王上又个日冲暗动的情形，表示可惜真想要将伊的事业往南部发展，而且伊嘛已经开始有行动啊。不过因为爸母辞世自嘲了，所以伊的工程公司去南部发展会赚袂到钱。西牛用神五的车载会去克西牛的爸母。安尼卦象是财来克卦的意思，表示往南部发展，赚钱会比较较辛苦。总结来讲，细牛神金的爸母王相又个暗动，代表可能对工程公司要往南部发展这件代志真有兴趣，而且伊嘛开始咧准备啊。但是因为这句卦是代表操心甲操劳的爸母牛气势，所以伊会赚钱赚甲较辛苦。四牛用神五的车载休求也是未亡，虽然中生在日子寅会当生五的财，但是用神的车载会去克四牛，财来克我，就代表公司去南部发展以后，伊赚的钱无多，而且也会真操劳，爱付出真多心思去经营。这句话是单身要问签志愿的状况，不过以后得到的结论是他可以顺利留在营队。不过的日期是丁丑年壬子月癸未日，可望是辛酉。单身拨到的卦是泽丰大过当二爻加三爻变泽地吹。在单身拨卦那个时阵，台湾青年的男性爱做两年的义务役，单身的家境真歹，而且伊的妈妈的身体嘛唔是真好，平常时啊，只会当伫因爸爸种田的时阵，帮因爸爸做一寡简单的工课。陈生是厝内面的长子，伊也有两个，甲伊年岁差真济，也伫咧读册小妹。为着要替厝内面分担开销，高中毕业了后，陈生就去做工赚钱。后来伊收到兵单，就去做义务役。的时阵，三不五时啊，都有招募员伫个台顶咧讲话，希望因会当签志愿役，而且马枪啊会当看到国军招募的广告。有袂少人甲伊讲，做职业军人会真辛苦，不一定会比伫外口上班较轻松。但是因为当时的学历低，加上伊感觉做职业军人的福利嘛袂歹，薪水嘛真稳定，而且。伊做初工遐那侪年，体能嘛训练甲真好。对于陈生来讲，做这份军人的优点侪过缺点，
所以开始伫咧考虑签志愿役个代志。不过做职业军人以后，难免自由会受到真济限制。伊无确定安尼，敢会当照顾到伊个新家庭，而且伊嘛无确定家己是毋是有符合志愿役个申请资格。因此，伊才会想要先透过八卦来知影，伊签志愿役了后，敢会当顺利留伫营队。首先是姓侯的部分，姓侯海水的爸母有过来有妄想，爸母持续自辛苦甲操劳，表示目前单身的心情是真忧愁甲真烦恼。然后海水的爸母同化智慧子孙，因为爸母甲皇后的子孙六冲自爱冲是反人卦。三侯有金的官贵同化麻木的兄弟，嘛是卦化反人。的情形，下卦反映有反反复复的意思，代表目前单身非常的丢毒，因为伊无确定签志愿役到底是好也是歹，这个卦用神，咱看卦鬼。三爻用神有金的卦鬼，同化麻木的兄弟，卦鬼虽然空亡，但是有日来生，是往空不空的情形。用神的卦鬼有重也有轻。就表示有真大的可能性会当顺利录取。总结来讲，海水的爸母气势又个旺，代表但是内心真烦恼。本卦下卦反人，代表伊即马真丢毒，无法度做决定，唔知影成为职业军人是好也是歹。三爻用神有金的官贵，同化麻木的兄弟。用神的官贵有吉来生，也有当，就代表伊应该会当成功留伫营队啊。这个卦是讲说要问会算官司的状况，根据卦象来显示，这个官司伫短期间内恐惊还未结束，应该会搁再开庭，或者是上诉几落届。八卦日期是辛巳年壬辰月一至日，空门是寅卯。刚才八条的卦是天地皮，前一段时间刚才出来选里长，后来高票当选了后，就有人检举伊贿选，也讲伊当选无效。对方讲刚才为着要让家己当选，竟然叫伊外县市的朋友迁户籍到伊的选区。后来，伊不但买名贵的酒甲薰，予伊的竞争对手希望对手放弃参选，也甲伊的几个啊条啊卡，伫个选举的期间，用各种的实物，甚至是现金1000元来甲选民买票。后来，这个案件就由检察官甲警察局共同来侦办。明仔载是官司宣判的日子。因此，江生才会想要先透过八卦来知影这个官司大概有啥物款的结果。问官司的用神，咱看官贵；日后用神智慧官贵，临日神有金，表示江生有官司天生的状况。细后麻木的车载休求无金也防空亡，而且灾后也是前后是健康的情形。在牛起势表示伊的官司牵涉到乌色甲钱财有关系，正骨的部分，咱得爱看父母牛。应牛属土的父母甲未能伸出枪未破，代表目前对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也无办法判定什么人对，什么人唔对。本卦的父母牛两现，代表这个官司需要搁加开几家啊庭，或者是搁再上诉。才会当有结果。总结来讲，刚才播到的卦是六合卦之一的天地皮。本卦六合代表这个官司暂时也无法度结束，会搁再拖一段时间。爸母主文书证据，应后属土的爸母未破，表示对方提出来的证据不足。加上这个卦内面有两个爸母牛，所以刚才必须要经历过。真侪家的规定，或者是上诉，才会有结论。暂时也无法度论输赢。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实例解剖，希望透过今仔的解说，会当让大家更加了解
如何透过易经来替家己指引方向，解读疑问，走入易经的世界，了解卦的运用，掌握家己的命运，让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感谢你今天的收看，咱下回再见。